Handyman to you 的 channel。今天我会去帮一个 customer 修理 bike， 因为他 send 那个图画给我看，他的 bike 漏水，还好是 exposed 啦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外面修咯，不用打墙壁咯。等下我会去那边，然后我再拍给你看咯，看下什么情况咯。希望等下的工作一切能够顺利啦。我们先进入 intro。Drop it。OK。找到了，是在这个地方。可是一个问题，这里太窄了，我要怎么样进去做工呢？这辆车顶着了，因为这是人家的后巷来的，所以这样我要做就是我要把这个东西剪掉还是怎么样，然后我才可以包回去了。只是看我是屁股塞得进没有，估计最近变圆了还是什么不懂，塞不进了我屁股，看怎么样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要的 parts 哦，还好我家里有，它是用这 25mm 的啦 Hanson pipe， 然后这是玻璃啊，因为我家里没有那个 Hanson 的 T， 所以我就用这个咯， pipe 也是有啦。 OK， 现在我们要去那边了。哇，真的是窄啊，哇，这里一尺多位置哦，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这个东西扭开来，看起来应该不会太难，目前是收发舒服啦。把这个砖扭开来，然后把这个砖也是扭开来。这个夹着它，扭开来。很正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它不用粘杆，直接就是插了下去，锁紧它就是了。可是很正一个坏处就是，如果是日晒雨淋啊，久了过后它会裂。这是 wear and tear 了，所以坏了就肯定要换了。哇哇，再念大字典都不顶吗？哎呀，混蛋啊！哇 ，OK， 现在我去拿 join 来。其实玻璃还有恒生啊都是通用的，可是现在我们要开那盖子先，这是最帅最帅。我的手臂太大了，很累，还要戴着口罩，算了，拉拉先转了。它的 joint 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它是有 rubber， 有一个plastic 来夹紧啊 pipe 还有盖子的，所以你要跟人家 sequence 哦，像盖子是塞进去摆里面啦，盖子塞摆里面，然后这 plastic 就这样子塞 ，OK， 塞有 plastic，and then rubber 是粘着涂一点点这样子包，再粘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怼进去，啊 ，shit， 不够长，一边可以包，算了。还有这个可以，只是这个塞不够长的，我要加长它包了，所以这个也是一样，盖子先进，然后那个 plastic， and then 塞的 rubber， 它的 O-ring， 其实就要 O-ring， 然后就怼进去。玻璃就是用手也是可以转啊，不用用那个 plumbing 的 wrench 啊。OK， 这里我要加长它，再怼进去咯。我们用回这个 Hanson joint， 然后我们插下去咯。大致上是这样子啦，这里我是帮他弄了一个 socket， 中间 bolt 的，这个是 T joint， 然后现在我们去test水。
就是面过来，是这样吗？这是开的，这个、啊，这样奇怪哦。OK， 开了、哦，水表又在跑，然后我们去看我们的 joint。OK， 这是我们的 joint， 让我们 check 有没有 leaking。所以这个 Hansen 的好处呢，它就是直接插下去转紧，它就是不用等那杆啊，不用什么马鬼翻了，然后啊锁紧它就是了，插下去锁紧它，楼梯 join 这里全部 OK， 没问题了 ，job done 了。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啦，这个 pipe 的东西呢，就是 play with the joint 嘛咯。今天总算大功告成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 like and share 啦。如果你还没有 subscribe 我 channel 的朋友，记得按 subscribe button， 然后打开旁边那个小铃铛咯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